现在是早上6点钟，然后我已经准备要出门到那个板桥车站，因为今天要到高雄，然后有一个采访，所以先敷一下脸在车上。现在是早上7点，我已经订好车了，然后现在在板桥车站下面，待会我要搭还要8点的高铁到高雄，所以现在有10分钟可以赶快把我的妆化完，然后待会要上去买早餐，待会见。高雄的大楼应该有100公分左右，有点重，但是也还可以。然后等开门，应该待会会有媒体过来。